你们谁啊？干嘛呀？你没干嘛？上，快！救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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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命
走吧，我求你了，要不要我一点？哎，你还是让我走吧。我知道你看不上我的身份，那我还控制不了我自己的情感呢。我只要一想到你，我的心就扭在了一起。要不然你教教我该怎么办？我哪儿不好，我改。那我哪好，我改。梅教授，我一个女孩子家家，我都豁出了我所有的尊严。 难道你一点都不动容啊？哎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一个读书人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。这么知道？不要！这个事儿呢？ 我觉得应该算是个误会。你说误会就误会啊！我冰清玉洁，被你绑来，我以后我再不见人了。我你这人长模样还怕见人吗？我什么模样了我？我哪个模样了我？哎，我在吗？哎，我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可是黄花大闺女。我还木耳大小子呢我。嘿，我，别过来！我太没文化了！救命啊！爱人。 还有我漂亮吗？她貌美如花，身段婀娜。你要是见了，也会爱上她的。人人见我都会爱上我，可是我是绝对不会爱上你的。没有人会爱上你的。偏偏我就爱上了她，因为她给我的安全感是没有人能替代的。 枉费我对你的一片痴情。其实我已经为你付出很多了。你为我付出什么了？我恐高。你俩拍结婚照呢，离得远了点吧。淘气。九爷，您别生气。 我莽撞、粗鲁、不懂事儿，我还年轻，你以后我一定会改的。哎，也赖我，我也是刚想起来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梅教授，梅教授，你能把话说完吗？梅教授，尊重一下你自己行不行？我非常尊重您呀。